终于能回东北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可算是回东北了，真想听了。回来就给我回东北！我好想逃。你怎么了？你敢说就整这事儿？东家，你大你们了！爸，干你这都丢老人了都！这坐飞机属实是饿了，那大东北的空气还是那么的熟悉呀、啊！哎呀，还是东北好喝。来，恭喜你！大家伙儿中午想吃点啥？我来。喝啥行？火锅，我要吃火锅。铁锅炖，我必须吃铁锅炖。你安排啥呀？你安排？你不跟咱一起回来的吗？安排啥呀？你挑什么肥肥？什么？什么？赶紧走！赶紧的！你赶紧上车吧，丢人呢！哎，你咋带着苹果十四呢？哎呀，我给整忘了。上次我给咱家粉丝发了一箱左下角的十四，这才漏了，晚点去发去。发这么多呢？对呀，只要从我左下角上线的，升级就能领十四。我这个也是领的。老板，我也想要。那我也想要，老板。你们啥都想要呢？先去我左下角下载游戏，等级到了就给你拿台新的，华为、苹果都行。还有华为，那升级难吗？简单，就去我左下角下载游戏，注册上线，选黑悟空，那棍棍暴击，升级领个手机，那轻轻松松。那你给我准备好手机，我这就去下。那先放你这儿，小俊，回家。走了。走、啊。吃啥呀？吃调料啊，一条腿。你着急呀？哎呀！喂你们十四吧，一条蛇，整的花里胡哨那是。嫂子，这多少钱一盒呀、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不糖钱，先吃，先吃好不好吃再说呗。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呢？我这一瞅这肉就和牛吧。和牛。你回去吧。刚来。你走的时候你妈咋跟你说的？我妈说这个不吃好点是不是。行了，咱们也忙活起来吧。这不一大把吗？非得一个一个摆。哎，是老孟。你能吃完吗？我一人一盒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这玩意儿能吃生的？啊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呦老香了！能够生吃，来吃吃。你别跟他学了，你瞅瞅。让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我来一个了。香了呗！哎呦，香的嘞！哇，怎么的都整了，整一盘得了，整一盘得了呗，整一盘，牛排啊，一人一份吃啊。大虾你得整上，刚回沈阳，第一波必须得吃起来，肉好不好就这一般，目前来看这么说的肉啊，在咱公司你等着熟。你能吃着吗？小鸡为啥他瘦？这个绝对熟了。他就一直在等着。熟了吗？相信三哥，三哥给你挑绝对好的。你看这血水，那是肌红蛋白。拿个板来，我把肌红蛋白就给你挤出来。差不多了吧？那必须的，苏子叶拍点酱，就这几件套，在东北就是让你先叫。叫啊！虾肯定是好了，女士先夹来，我来一个。容易没上桌是吧？大虾蘸点料，
这是一口玉米须啊！动手，动手了，来，没了。这是一坨这么下的吗？在东北就这样。你吃饱没？吃饱了。你吃饱，今天给你买票来朋友。回云南呗，干啥呀？刚来，今天没有酒，刚回来，咱就一人干个串呗。欢迎回东北，来吧。哎